彩蛋有人在改进的呢吼。关怀细节来了解哈，这些长辈哈在共餐的时候哈有一个情形，以及阿平阿姐人去下工哈，咱在自工阿加咱在长辈哈啊，家己啊正在看蔬菜，下当在蔬菜哈是无看到个，哎，等讲吼，安尼跳个在蔬菜，阿咱家己捡，阿家己等下吼，后在时段来等讲这。共餐时吼来煮吼，啊会当讲食出一个健康，啊一只吼，今仔咱嘛好用吼，咱这安尼关怀季节，针对吼咱这环境的消毒，吼啊个这卫生吼，伊吼来改做好用，啊看到在长辈吼，伫只咧共餐的时，也是吼照着我们规定吼，每个人都有隔一个距离，吼来当只咧共餐，会当讲在时光吼，伫只共餐嘛非常的安全，啊会当透过咱这社区吼，大家一直推动，吼在安在时光吼，伫当只咧共餐吼，食来也是。这个健康较安全。这现在等下咱改进的呢。嗯，对啊，未歹啦吼，啊你，啊改进的吼，咱这无传药的，食得较健康，哦。嗯。对啊，你就哪样听？嘿。这个间距，他们的间距都够了。那个李组长啊，李组长，你看。